好啦，較早前已經同大家介紹過咧關於 Supernova 放大方面嘅功能啦。咁我哋今次同大家介紹咧就係 Supernova 嘅響閱讀語音中英文發聲嘅功能。咁入咗 Supernova 之後咧，其實咧佢已經有一個預設咗一個電語音合成器喺度噶啦。咁咧你可以咧，無論你操作點樣操作咧，佢都會讀曬俾你聽嘅喎。譬如舉個例 ，Escape Menu。搜尋程式及檔案嘅，而家我打開咗開始功能表啦。咁我哋撳下箭嘴。Portable apps, Windows Live Messenger， 所有程式及 submenu， 搜尋程式及檔案嘅 edit。好啦，頭先睇到嗰個所有程式，跟住後邊英文咧就係 have submenu， 即係話咧呢個所有程式咧，所有程式及 submenu 入邊咧仲有嘢揀嘅咁樣樣。上一頁。搜尋程式及 Adobe Reader X Closed。好啦，如果我哋 desktop 都可以嘅喎，如果你去翻 desktop 嘅時候咧 ，desktop list view test command 每一個 icon 咧，佢都讀俾你聽嘅，每一個 icon 都會講嘅。Right left 資源回收桶四入八。嗱，你聽到咧資源回收桶跟住四入八，即係話咧總共有八個 item 啦，就八個項目咧，呢個資源回收桶排第四個嘅。咁我哋可以將個語音嘅速度同埋音量都係調校嘅喎。Speed 84。而家 speed 去到84啦，速度。Speed 92。Speed 100。Speed 92。Speed 84。嚇，而家校84啦，音量方面咧。Volume 87。Volume 89。Volume 91。Volume 93。Volume 91。好啦，而家個 volume 咧，即係個音量咧。校咗係91啦。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咧去閱讀一啲 document 嘅，亦都文件嘅。咁我哋而家開一個 Word 嘅檔案先。Desktop list view test document docs test document doc 雙容模式 Microsoft Word 閱讀圖連接。咁我入到呢個 Word 入邊之後咧，咁咧我哋撳上下箭嘴咧，佢就會逐行讀啦。愛語痛的。Left forward slide parenthesis left double angle bracket 家庭暴力條例 right double angle bracket 咁佢會讀埋啲標點符號嗰啲嘅喎，咁呢個咧係可以自己預設嘅，你可以預設佢讀埋或者唔讀埋都得嘅。2009年1月18日，在過去20年逗號，香港的家庭問題日益嚴重逗號，但因違法未能提供足夠的保障逗號。好我哋都可以咧，如果唔撳上下箭嘴嘅時候咧，譬如我哋個郵標擲住嗰個字咧，我哋淨可以讀嗰個字得嘅喎。文凡新細明體 normal 12 point colour black。嗱，佢要讀埋俾你聽咧。如果你連續撳四下呢個嘅四字數字鍵盤四嘅話咧，佢就會讀曬俾你聽呢一個字咧係咩字啦，另外咧個字型係乜嘢啦，個大細幾多啦，同埋顏色係幾多嘅。提嗱，譬如呢個提字，提，凡新細明體 normal 12 point colour black。嗱，又係新細明體啦，十二啦，顏色係黑色咁樣樣。咁我哋都可以讀，淨係讀某一行嘅喎。譬如我哋撳個數目字鍵盤六啦，喺呢個嘅數字鍵盤嗰邊。在過去20年，逗號，香港的家庭問題日益嚴重，逗號，但因違法未能提供足夠的保障，逗號。好啦，我哋都可以咧，成篇文章咁讀嘅喎。我哋只要撳一撳個加號，喺數字鍵盤度加號，咁就會成篇文章讀曬俾你聽噶啦。基督徒聯席主辦愛與痛的立法邊緣在施加暴條例家庭暴力條例背景資料小冊子2009年1月18日在過去20年香港的家庭問題日益嚴重但因違法未能提供足夠的保障法沒有發揮其應有的效受害者亦得到充足的保障而當眾資源較貴乏者好啦我暫停我讀住我哋退出咗呢個閱讀模式先。咁喺上網方面咧，佢都有好多唔同嘅熱鍵咧，可以方便你上網嘅時候瀏覽網頁用嘅喎。Menu, 我哋而家開一個網頁先啊。三 links 一 headings 下拉式選單。
heading 一表單好測試。譬如我哋去到一個網頁入邊咧，咁呢個係我哋嘅測試嘅網頁嚟嘅，做一個示範咧。咁咧去到大題目嗰度咧，你可以撳 H， 咁佢就會跳到個大題目嗰度咧。譬如我哋想去一啲連結網頁嘅連結咧，咁我哋撳一撳個 U 字。Normal 超連結嘅零。好啦，或者撳個 K 字咧。超連嘅二零。咁咧，我哋佢要分開咗，有啲連超連結咧係你曾經去過嘅，有啲超連結咧係未曾經去過嘅。咁咧，全部都係撳 U 咧，或者撳 K 咧，係跳到嗰個地方嘅。另外咧，你都可以咧撳 R 咧。Uncheck radio normal 單選按鈕啦。咁你就可以去到單選按鈕啦。咁再撳咧。Uncheck radio 單選按鈕二。咁呢個就 uncheck radio 單選按鈕二啦。咁如果我哋撳，譬如我哋撳個。Normal, 下拉式選，咁咧就會去到一個下拉式選單啦。咁樣再撳 Spacebar 咧，嗰個空格鍵，咁樣就可以咧撳上下箭嘴揀嘢啦。項目二、項目三、項目二、項目一 ，Enter。咁咧，扣咗呢啲熱鍵之後咧，扣咗呢啲熱鍵之後咧，咁呢個喺網上面嘅瀏覽嘅時候咧。就會方便好多啦，咁你嘅速度咧就會比其他人快好多啦。